应该是平衡拍，87年的。87年做的。对对对，我们后面啥都没做。日前，佟丽娅现身潮起中国非遗换新页，和非遗传承人老师学习和了解面人。当看到1987年做的面人还保存得如此完整的时候，丫丫惊讶到瞪大了眼睛，十分震惊。34年前做出的面人是什么概念？看看1987年做的面人还如此栩栩如生就知道了。各种各样的面团被捏出来造型，然后披上衣服以后就能够变得如此生动形象，仿佛下一秒钟就活过来了一样。这样的非遗存在真的是很意义。佟丽娅带我们了解这么多，真的是和丫丫一样同款震惊脸啊！保存了那么久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喜欢就订阅呗。